这一集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对主场的评分。哦。所以以下几件事情，帮我1到10分评价分。首先，勇士主场的球迷，你给几分？10分。为什么？就是大家都很热情啊，很棒。哎，这个是可能只有7分。为什么？不够嗨啊！不够嗨。对啊，要全场都嗨起来。OK， 你很嗨吗？我超嗨。你超嗨。对啊。10分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很热情。因为大家都很热情啊。8分。为什么？就会觉得有时候主场的气氛好像没有那么嗨。8分，为什么？热情还是有一点差别，还是不够。对，球迷大概9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就是没有嗨起来。勇士主场的整体氛围，你给几分？10分。你也给10分？当然。我改一下分数好了，我改9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我们富邦勇士现在还缺少一点主场性，觉得大家还没有那么团结的感觉。距离还要再一步。哇。10分，因为带动的气氛非常好，我觉得还不错啊，我个人蛮喜欢的。就从小到大看球，其实我觉得富邦算是蛮用心的啦。勇士的周边商品我觉得哦，周边商品，我觉得大概只有6、7分呢。只有6、7分？对，因为他们都很限量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要买还要跑，然后从楼下跑到楼上。主要是限量的关系。对。但很想买。对，真的，就是都还蛮漂亮的，粉红色球衣还蛮赞。但是因为体验不好，因为买不到。对，很难买，而且还要跑。你看这种年纪了，还要买。10分。买一堆，买一堆，包包都买一堆。10分，都要买啊！买爆，买到爆！东西很多种，很不错，可是。就是可能球衣吧，我以为会是电绣的，就是用烫的，就是怕哪一天洗掉了，就会觉得比较可惜一点。给9分，对，因为像我今天我买了很多，今天买了很多是不是？对，就是球衣啦，球衣，对，因为之前要买都买不到，我从去年开始要买也买不到。10分，勇士真的是所有4队里面做最好的。那勇士的主持人你给几分 ？NC 给几分？MC 我大概给到9分，给9分，对，为什么？那整个互动的感觉就是，虽然是中规中矩，但是还不错。迪尔我给10分，他不管客了什么都给我来。主持人给10分，主持人给10分，真的给10分。勇士主场音乐你给几分？也是满分，也是满分，都满分。音乐给10分，真的好听。音乐9分好了，9分也有进步的空间。哪里？就是音量稍微再控制一下。100分，生气了，我女儿生气了，9.9，一直害我分心，一直害你分心，对。哦，这好尴尬。9分，九分关注是不是？9分，苏梦想加一点。对。苏梦想加一点，对。10分，100吧。我老婆在旁边，好回答吗？老婆可以回答吗？老婆可以回答吗？最有印象的主题周是哪一周？粉红色的球衣啊，粉红色球衣，对，粉红，都是粉红，对，为什么？特别啊，对，还蛮特别，而且周边那个钥匙圈做的也蛮精彩，对，就是都蛮特别的东西，对，都带在身上，很好，粉红色那次，也是粉红色那次，是心语。你是星宇，因为他有上去，他有去丢纸飞机。就是有没有这一次，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勇士的工作人员说？哦，辛苦了，真的，这12场比赛来，真的感觉很不错。希望下一届球季，不是球季，冠军赛，大家见。工作人员吗？对，工作人员说。小编可以回一下讯息吗？对，小编。勇士的小编，嗨，被点名了。哎，大家辛苦了，就是。比起上一季跟之前，整个进步蛮多了，大家辛苦了。就是从小到大看球看这么久，其实蛮感动的，就觉得终于有一个这么高规格的，就是不论是教练啊、场地，还有就是观赛体验，我觉得很难能可贵。就是住在这边真的超爽的，谢谢大家。领航人主场的球迷1到10分，你给几分？9分。9分，差了一点热情。差一点热情，就是那个罚球的时候要再热情一点。7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位置比较散，比较后面，所以其实有时候他跟球队在比赛中的那种互动会稍微有点距离感。
我给六分，大家喊太小声了。我们坐 VIP 席喊那么大声都没人跟着喊。我给十分，这么高？对，真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从那个疫情期间虽然不能支持，但很多人空中支援，到现在最后一场虽然例行赛排名已经确定了，可是我们还是一样热情的支持，所以我给十分。我可能只会给七分而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跟四个比起来，我觉得领航员没有那么的球迷没有比较含蓄。球迷朋友，因为进场的还不多，但是我刚才排队的时候，全部超多人都有些人戴那个飞机的眼镜啊、帽子，应该我觉得十分。领航员现场的气氛你给几分？八分。八分，觉得还不错。对，还不错。八分，我们还要再努力，因为其他队也都做得不错，对啊，我们还有要努力的空间。我的九分，九分，他自己玩得蛮开的，玩得很开，对不对？领航员主场非常好啊，这么养眼。OK。养眼的部分就是这样子啊。那主持人你给几分？主持人百分，一百分。真的吗？刘老师，我给他九分，给他九分。我觉得他声音听起来好像在哪里听过，很，好像小时候有听过，听起来很亲切，对，很亲切。十分，十分满意。这个一定是铁粉。当然是十分啊，对啊，没有问题就对了，很棒很棒，好，节奏也很好。领航员的音乐给几分？音乐八分吧，有点太棒球感觉了。你是说桃园？对对对，领航员有进步了，有慢慢在进步。我给七分，好，八分。为什么？你会唱吗？桃园，领航员。音乐，我觉得音乐有点阳春。大概我觉得七分吧，七分。哦，这个有很有感，很有变化。可以说平常的话，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是主场，那个时候来就觉得可能大概六分七分，但现在的话，这个音乐这个氛围，十分满分的话，可以给二十分。大进步就对了。领航员的周边商品你给几分？我觉得七分七分。就我们可以再出更多一点哦，东西现在不够多，现在不够多，我们季后赛期待一下，十分买很多，买很多对，认真有买起来对不对？有，你十分十分，哇，很多，九分九分，对，行销很好，周边商品给几分？哦，周边商品我给十分，我身上也是十分，都有对，我给十分，还买很多，因为我对这个觉得超赞的，觉得飞行吊牌超赞的，多新增了这个。我的朋友就买了两件，就是限量版的就买了，对，所以我觉得他在产品上有越来越多元化。好，那领航员的拉拉队给几分？九分啊！乐天女孩怎么可以给太少，对不对？拉拉队十分，十分漂亮，喜欢的对。对，没有注意。女孩子眼中没有拉拉队。丢球员。那些女孩我们当然是十分啊，因为我们直棒直篮都一条线的。啊，对，是，这个不好说，这个不好说。女朋友在那，现在不在旁边。这一整季下来有没有什么话想对领航员的工作人员说？就大家辛苦了，新安哥也辛苦了，然后我们期待下一季，下一季一定比这季更好。你要想什么？我就是觉得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加油！不要哭了，今天又赢了，就这样子。工作人员超赞的，我好喜欢他们。虽然说真的有观众进来的时间比较少，但是行销的努力有看到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比较常去客场，那我是真的觉得小编他们很用心的在看，就是客场去支持领航员的球迷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希望就是下个赛季或是季后赛的时候，就是大家可以表现得更好。真是太棒了，请这么好的 GM。叫你讲工作人员，你不要一直觊觎人家，那个眼神给我飘回来。哦，好。就是真的是很辛苦，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努力了这么久，我们好不容易有季后赛的机会，那我们就是在季后赛跟未来如果有机会打冠军赛的话，就是我们的球迷都还是会力挺的，会力挺到底，加油！这一季刚开始一定会有很多不容易或是很困难的东西，大家都默默努力，然后。会有很多批评，然后会有，但是也会有像我们一样，就是支持你们的人，请你们继续加油啊！辛苦大家了，真的辛苦了。新竹的整体气氛，你给几分？十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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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百分。
101分，浮夸，更浮夸，十分，哇，哇，一起嘞，然后超过十分，超过十分，十分，现场氛围十分。这个真的是我来过最棒的主场，最棒，认真的，对啊，真的氛围也很棒，整理的也很好，打从心底这样觉得，打从心底，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觉得很感动。你觉得新竹的球迷给几分？一到十，十分，球迷十分，哇，一到十分，至少九分，十分一定是十分，球迷十分，新竹的 NC 你给几分？哦，破百分，你嘞？九分啊。十分，没问题，十分。我跟志彦哥有加好友，一定是十分。志彦哥，十分。主场的音乐，十分。我很喜欢，十分吧。十分，真假的啦？十分啊，好，很好啊。音乐九分，9.5分。音乐9分，有10分。通常是有8分啊，你知道为什么扣那2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在家看转播的时候听铁达尼号有点破掉。怪怪的，绝神器的，这个声音，对，就大概是这个感觉。工程师的周边商品你给几分？10分，11分，因为买了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钱了，买到没钱了，100分，100分，哇塞，这个已经买到也是破产，超过10分，又是一个花很多钱的周边商品，超过100分，新竹的周边商品真的卖得很好，你看他们身上，他是十分呢、啊，拉队给几分？跳过，哇，拉拉队就跳过，太过分了吧？真的平常没在看拉拉队的。九分，不敢给太高，这边女朋友在旁边。9分，9.5分，好，很好，蛮漂亮的。那哇，那肯定是120分，哇塞，福尔摩沙拉拉队比较强。没有工程号，诚实，没有到工程师号，诚实。哦，拉拉队哦，那个不得不说，那个共享家的还是最厉害的。完了，10分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最有印象的主题周活动，4.5岁，4.5岁，台南打篮球。你为什么喜欢4.5岁？因为可以跟他培养感情。台南打篮球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球衣很帅。对，不错啊，因为我是就是因为宅男打篮球来追这个的。宅男打篮球，为什么？他的周边最精致，我觉得最好，就是看到最多人穿了。像主题的、哦，那个宅男打篮球，宅男打篮球、这个，对，非常喜欢这个周边，因为我自己有在收集球衣，所以觉得这种搭配的商品我会蛮吸引我的。宅男打篮球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漫画我有在看，所以就觉得蛮有趣。宅男那一种，为什么？就觉得很棒啊，就是跟台湾的漫画结合，然后可以推广篮球，就是球队的来源来自于漫画里面而衍生出这一支球队，然后我觉得他画的还蛮好看的。有什么话想对工程师的工作人员们说吗？辛苦你们了，第一季一定会遇到很多就是还不熟悉的困难，希望你们下一季可以继续成长，爱你们哦。我觉得行销做得很棒，就是我的钱几乎都投出在工程师上面了。各位爸爸妈妈对不起啊，还有各位男朋友女朋友都对不起啊，花太多钱了。就是行销很棒，然后第一季嘛难免还会觉得挫折，就是大家加油，越挫越勇，爱你们哦。就是球员们都很努力，然后工作人员也很疼我们球迷们，就是谢谢这个团队，感谢你们在幕后默默的付出，让我们可以一直花钱，然后买到很好的回忆，就很谢谢他们，就是跟球员一样很用心的对待球迷。你们辛苦了，因为其实整个场馆常常蛮乱的，你们都要帮忙 hold 那个秩序，然后尤其是买东西的时候整个就是大乱斗，太多东西可以买了，而且常常球衣都来不及。辛苦他们了，他们的工作是大家比较看不到的，然后球员光鲜亮丽嘛，他们可能就是默默在那付出，所以恭喜也辛苦他们啊，就是这样一年下来他们也算是很成功了，蛮感谢他们可以规划有可以这样子成立一支球队，让我们算是有点精神寄托啦，就是我跟我女朋友就是很多讨论的话题就会在这支球队上面，对，很棒，加油，工程师加油。工程师的做行销这一块做得很好，就是可以把这支球队的风气带起来，让大家会想要去支持这个球队，买他们的商品，然后穿着他们的衣服走在路上，代表性。你们现在是新竹人的骄傲。
就新竹的企业挺新竹，我们来自新竹，所以我们挺工程师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就是觉得要挺就对了，是时候挺了。主场的球迷给几分？八分。你给几分？八分。你也给八分？为什么？可以再更嗨一点。可以再更嗨一点。对，可以再更。对，再更吵一点。那你们两个很吵吗？还蛮吵的。比他吵。十分。为什么？很热情。十分。十分。为什么？因为中部大家都很热情啊，参加主场的氛围，整体氛围一到十分，九分，九分，整体氛围是非常好的，就是球，就是梦想家的球迷都是非常嗨的，分十分，十五分，只有十分，十分，十分，对，就觉得非常好，对啊，对啊，梦想家主场的主持人 NC 给几分？你说吉哥吗？他吉哥，我一直都很崇拜他啦，所以满分十分，超过十分都有可能。阿吉的话，因为有些是会听不太懂那种口号，但是其实带动气氛是蛮不错的。嗯，对，所以给几分嘛？一到十给几分嘛？9.5分，九分，九分，九分，让他有一点进步的空间。分十分。我知道他们打到十分回答到底，十分，哇，十分，好，当然八分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感觉有时候好像大家气氛好像还要再多带一点吧。听到了吗，阿吉？啊，梦想家现场的音乐给几分？九分吧。九分，对，喜欢就对了。对，音乐占十分，也十分，棒。八分。八分，7.5。为什么？有些我不爱听，对，有些他不爱听。音乐十分啊，还不错，很嗨啊。九。音乐。八好了。八九。应该八。OK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不是十分？因为刚刚超大声，有点痛。耳朵不舒服啦，各位。梦想家现场的周边商品，你给几分？就是你身上穿的这些东西啊，周边商品啊，帽子啊。大概九分，九分，对，因为还有进步空间，还有进步空间。我觉得九分还可以再进步，我觉得还可以再进步。分，九分，九分，七分。为什么？塔克的周边太少了。他们是始终粉丝，看到了吗？始终粉丝。周边八分。为什么？很多球员都没有出道，有点可惜。哦，想要都有就对了。对，都有。周边可能五分吧。为什么？你身上不是穿的吗？为什么？出太少了。球衣出太少了、啊，然后客场黑色的都没出啊，还有很多可以出的、啊。OK， 就觉得出的太少。梦想家的啦啦队给几分？十分，满人爆满，爆满哦，太辣了。大家真的很下流哎。超过100人。我大概听到100个人这样讲。我们要秀一下，又要秀什么？要秀什么？你又想要秀什么给我？看一下面，上次在台中主场，就是那个法香专区。那你到底是想要来看球员，还是来看比赛，还是来看啦啦队？主要是啦啦队。9.5吧。9.5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上次台中的时候，我印象真的太深刻了。十分，我有追踪。是不是想加入？可以可以、啊。你最有印象的主题周是什么？主题周，想一下，上次曼代马联吧。也是上次曼代马联。对，曼代马联吧，家庭日吧。家庭日。对，因为我觉得，在这个台湾这个篮球的市场，能看到这么多家庭，然后带小朋友，就爸爸妈妈带小朋友一起来看球，我觉得很温馨，然后也。让小朋友那么年轻就接触到篮球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很棒。就运动这一块是有发展起来的感觉。对，那个白绿对抗，白绿大对抗。哦，曼代马联嘛，曼代马联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会有恋爱的感觉。那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梦想家的工作人员说？工作人员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努力。下一季我们一定还会再来的。对，谢谢你们。就是这次少侠的这个行销，我觉得是不错，但是以前的话可能要再加油一点。好贴心哦，好贴心啊！对啊，就是还会帮我，就是跟他说，引导说可以帮我签名。
非常做得非常好，非常棒啊！继续努力，继续加油。就，谢谢你们，就是带给大家这么好看的比赛啊，然后也很辛苦啊，对啊。刚刚有一个工作人员，我们一个问题，他可以帮我们研究很久。对。然后我们就是问饮水机在哪，他就带我们一直找，一直找，一直找。就是还蛮辛苦的，因为他可以其实不管我们，就把我们就是从那边就好了。对。很用心，很用心，我们一起的。算是发言人就对了，给你个赞。